嗨，大家好，今天这一期呢还是关于斐讯 N1 盒子的话题。一波波的矿难带来了一波波的矿渣， N1 算是这些矿渣中的精品之一，抛开其他因素，斐讯出品的各种产品都算得上是精品。斐讯 K2 K3 以及今天要说的 N1 都是可玩性非常高的产品，其中这款 N1 盒子可以刷安卓电视系统、 OP 软路由系统、小钢炮下载器、游戏机系统等等。 N1 配置的64位 ARM 处理器还不错，加上 2G 的内存和 8G 的闪存，加上两个 USB 2.0 接口和一个千兆网口，玩这些系统绰绰有余。 N1 在刷 OpenWRT 软路由系统后，可以做单臂软路由、盘路由，各种路由玩法层出不穷。要说它作为软路由的短板吧，那肯定就是这个单网口了。 N1 只有一个千兆的网口，虽说可以作为单臂软路由或盘路由来使用，但单网口的软路由总觉得欠缺了点什么。所以今天讨论的是给 N1 添加 USB 网卡的方式来增加 N1 的网口。那有的朋友肯定说了， N1 是 USB 2.0 的接口，这种速度能够发挥吗？如果你家中宽带是200兆以内的话，完全不用担心。如果是500到1000兆的宽带，你都舍得拉500到1000兆的宽带了，发挥你的超能力吧。闲话少说，今天带来三款常见的 USB 网卡。第一款是芯片为 RTL8152B 的无牌 USB 2.0 网卡，价格的话是12块左右。第二款是芯片型号为亚信的 A88179 的无牌 USB 3.0 网卡，价格的话是35到50不等。第三款是芯片型号为亚信的 A88772C 的绿联 USB 2.0 网卡，价格的话是60块左右。今天的 N1 测试所使用的 OP 固件是F 大编译的 OP 固件和另外一个大佬编译的 OP 固件，这两个大佬都是 N3 论坛上的大佬，其中呢 F 大是不少朋友在使用的 OP 固件。这两个 OP 固件呢，基本可以代表了网上流传的各种版本 N1 固件的基本特性。这两个 OP 固件的相关下载链接也会提供在视频描述中。可能有的观众比较心急，先说结果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看后面的测试环节。其中型号为 RTL8152B 和型号为 A88179 的网卡，实测在这两个 OP 固件中是免驱的，就是说可以直接插入到 N1 中就可以直接识别网卡，不需要任何额外的操作。芯片型号为 A88777C 的网卡不是免驱的，需要手动安装驱动才可以正常的使用。此外，在 OP 开源社区的这个网页上面，你可以找到 OP 提供的网卡驱动，你可以直接搜索 KMODUSBNET， 你就可以看到这里有列出了所有支持的驱动，其中可以看到 A88179 就在这一个列表中，还有另外一个是 RTL8152 也是在这一个列表中的。另外一款需要手动安装驱动的网卡呢，也就是 A88779 的芯片也是需要在这里去查找驱动安装的，后面会说到手动安装驱动的方法。下面进入测试环节，两个 OP 固件测试结果是一样的，我就以 F 大的 OP 固件来演示。使用方法很简单，首先登录你路由的管理后台，找到网络接口，点击这个烂口或旺口的修改编辑状态，然后点击物理设置，默认不插外接网卡的情况下，你只会看到这一个 ETH0， 也就是 N1 自带的千兆网口。如果插入了网卡并且是免驱的话，就会多出一个 ETH1 的选项，如果再多插入一个就会出现 ETH2， 以此类推。目前插入的是第一款 RTL8152B 的 USB 网卡，在插入之后点击刷新一下，然后再返回物理设置，你就可以看到这里多出了一个 ETH1 的选项。这个选项呢，就是刚刚插入的外接网卡，因为它是免驱的，所以 N1 就直接识别并且显示出来了。现在我将这一个外接的 USB 网卡设置为烂口，在这里打上勾，来测试一下它能否正常的上网。此刻电脑已经通过网线连接到 N1 拓展的网卡上面，可以发现通过这种网口外接出来的烂口是完全正常的。下面来测试一下通过网口的连接。首先返回 N1 的后台，如果你的网口是没有的，你可以通过手动添加一个，那我这里的话已经添加好了，我这里修改一下它的接口，我将这一个外置的 USB 网卡，也就是 ETH1 设置为网口，然后保存。
将 USB 网卡设置为万口之后，经过测试呢，也是依然可以正常上网，所以说是可以完全正常使用的。其实在 FDA 的固件介绍页面呢，也可以看到它这里是支持这一个 RTL8153 的，但是呢是比较挑这个体质，是因为供电的问题。也有的网友说能支持，虽然此处没有说是否支持我手上的这款 RTL8152B 芯片的，但是据我现在测试来说是完全可以免驱并且支持这个 RTL8152B 芯片的网卡的。这里的话也说明了支持 A88179， 下面的话就来测试一下 A88179 的具体情况。我已经把这个 A88179 的网卡呢直接插到了N1 的第二个 USB 口上，我们进入这个修改，然后找到物理设置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多了一个 ETH2， 加上之前的 USB 网卡是 ETH1， 现在的话就有三个网口了，说明了这个 A88179 的芯片的网卡呢也是免驱直接支持的。一样的，将这张 A88179 的也设置为烂口和万口来测试一下。经过实测呢，不管是烂口还是万口都是可以直接完美支持的。最后来说一下第三款 A88772 芯片的绿联网卡，首先将之前的两张 USB 网卡移除，现在 N1 盒子只插这一个 A88772 芯片的网卡，然后找到修改，找到物理设置，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话只有 ETH0， 也就是 N1 盒子自带的千兆网口是无法识别这个 A88772 芯片的网卡的，说明它不是免驱的，或者说它没有驱动。于是我在网上一阵搜索，找到了安装驱动的方法。首先打开OP 的这个官方页面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KMODUSBNETASIS 的名称，实测呢只要把这个驱动给手动安装上去就可以了。 ASIS 呢就是亚信，这个 A88772C 呢就是亚信的芯片，虽然这里没说具体的型号，但是实测只要安装上去的话也是可以支持这一款的。安装方法也很简单，首先进入 N1 的管理后台，找到这个 TTYD 终端，这里登录的话输入 ROOT， 密码的话就是你登录路由的后台，输入密码是看不到的，直接回车就可以登录上去了。登录以后依次输入以下命令，这里呢共有五行命令，其中前四行的话是统一一样的，这一段 KMOD 的具体是以你安装的驱动名为准，现在我这款芯片呢就是要安装这一个驱动名称，如果你想安装8150或者8152的话，你就需要复制它完整的驱动名，粘贴替换这里就可以进行安装。好的，现在我这里先给它安装一遍。中间可能会有错误的提示，无需理会就可以了。把这五行命令依次复制粘贴之后就可以完成安装。当你看到这一个提示说明就已经可以成功安装了。现在重新插入 A88772 这款芯片，回到网络接口，再次点击这里的修改，然后找到物理设置，然后你就会发现这里有多了一个 ETH1， 这就说明我们刚刚给它手动安装的驱动已经生效了， OP 已经自动识别它了。这里呢实测作为烂口或者万口的话都是没问题的，那这里的话就不再重复演示。这一款 A88772 芯片唯一和之前两款免驱的区别就是多了一个手动安装驱动的过程。所以如果你想拓展你 N1 的网口，可以选择这种外接 USB 网卡的方式，价格也很便宜，12块左右就可以买到 RTL8152B 芯片的网卡，但是是 USB 2.0 的，鉴于 N1 也是 USB 2.0 接口，所以如果你的宽带是100-200兆以内，买 2.0 网卡的话也是没问题的。 A88179 芯片的话多为 USB 3.0 的接口，相对会贵一些，这个就看你选择了。反正 RTL8152B 和 A88179 芯片型号的网卡是直接免驱的，即插即用，不想折腾的话就不要买 A88772 芯片的了。当然如果你现在手上有剩余的 A88772 的芯片的网卡，那么就手动安装驱动就好，也是一样可以正常使用，物尽其用，不要放着吃灰。好的，基本介绍就到这里，不明白的欢迎留言交流。